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鼓》节目。在佛陀的时代，佛陀呢处处以身作则，大家都以佛为师，以佛的行为举止为典范。那么现在呢，佛已经灭度了2000多年了。那么现在的佛教徒又该以什么为师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佛教徒啊，是皈依三宝，是以三宝为师。在佛的时候呢，就是依佛、依法、依僧。如果能有三宝存在，就等于佛做事的时候是一样的。所谓三宝，就是已经成了佛的人。那么佛已经涅槃了，这佛在哪里？佛在我们的心中，佛在我们的心外都有。我们的心中呢，相信有佛，我们相信有佛，佛就在我们的旁边，佛就在我们的世界上。你不相信有佛，那佛跟你就没有缘了。因此呢，佛虽然涅槃了，我们相信有佛，佛的法身还是跟我们在一起。还有呢，宇宙之中啊，他方世界还有很多的许多的佛啊，我们相信他们存在，他们就跟我们呢有感应，所以我们还是依赖的佛。法呢，是啊，修行的方法和道理以及观念，我们用佛经里边告诉我们的方法和道理啊，作为安身立命的方法，作为安身立命的方向，作为安身立命的基本的原理，那就是我们就是依法了。然后呢，依僧，僧是出家的团体，出家的团体出家的什么团体？是佛教的团体，在修持戒、定、慧三种清净一的团体呢，叫做僧众，叫做僧团。僧团存在，那就表示佛法的精神、佛法的形象都在。因此呢，我们学佛法是跟僧团的大众来学习。这个因此呢，是皈依三宝就够了。但是当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前，弟子们在问说，世尊呢，现在你要涅槃了，你住世的时候呢，我们呢以世尊为我们的依靠那世尊你涅槃以后我们怎么办呢？佛就讲了，以法为师，以戒为师。在以法为师，以戒而住。这个戒住就是住持的意思，或者是呢安定的意思，也可以说依靠的意思。假如说能够持戒，持佛的戒，那佛的精神就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可以表现出来。佛教我们呢，不可以做的我们不要做，佛希望我们做的，鼓励我们做的，我们尽量的去做，这就是以戒为师。那这是一种生活的规范，我们能够已经有了生活的规范，照着那个生活的这个规范呢去生活的话呢，那我们就是生活在佛的时代是相同的。另外说，以法为师，法是佛所说的种种的经典。佛说的经典呢，它有层次的，有的说的是呢
做人的道理，有的是说的呢升天的方法，有的说的呢是能够啊处理三界生死苦海的方法和道理，有的呢是啊说的是啊要自利利他，自度度人，普度众生的菩萨的道理。那么最后呢，佛是最高的一个层次，希望大家也能够啊最后完成了慈悲和智慧的圆满的结果的时候呢，就是成佛。这个就是以佛所说的法为师啊，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基本的观念呢，我们在有佛的时候无佛的时候都是相同的。如果有佛的时候天天跟佛住在一起，可是不用佛的法来修行，那这一个人天天跟着佛在一起也等于啊没有见到佛。如果是今天我们呢离佛住世的时代已经有2540年，那么这个佛涅槃了2540年以后的今天，我们还能够持戒，还能够学法，这还是等于啊跟生活在佛的时代是相同的。因此我也讲，有的弟子们呢叫说，师父啊，你现在快70岁了，你要保重身体哦，希望你常住世间哦，能够教导我们哦，能够带领我们哦。我说哪一个人不死啊，我快要70岁的人也应该该死了啦，叫我不死不可能的啦。但是呢，我说我们的法鼓山的理念呢，提升人品，建设人间净土，这个理念如果你能够啊能够照着去做，照着去实施，那等于是我做事一样的。我在世间我就是来做这种工作啊，来讲这些话，我讲的话已经够多了，所以说呢死也可以死了，不死的话也没关系，多说一点话，如果死了的话我主要的已经讲完了，所以是没有什么关系。所以这个佛住世的时候依佛依法依僧，佛涅槃了还是依佛依法依僧依戒而住，这就够了。阿弥陀佛。